下面再看看自己啊，所遇到的人，说墙里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，是说自己啊在外面行走，在奔波啊，在墙外，自己是行人在墙外啊，而墙里呢有佳人有秋千啊，佳人在荡秋千，无忧无虑的，这就反衬自己的孤单和烦恼嘛，啊，也许自己这个时候也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呢，想到自己的亲人呢，是吧？最后呢，笑渐不闻，声渐俏，这渐行渐远呢，慢慢的笑声，那个家人的笑声啊，听不到了，多情却被无情恼，多情是指自己嘛。自己是个行走之人，是个游子，无情是指这个家人嘛，家人他当然不知道你的烦恼啊，他无忧无虑的，所以多情却被无情恼，这是一个伤春的作品啊。上篇就是写春天的景致啊，这个春天的这个花也凋谢了啊，这个青荇也长也开始长出来了，柳绵吹又少，到处都是芳草，这是春末夏初之景啊，写伤春。下面下篇实际上就是写自己对家人的思念，对自己家里的家人的思念啊，自己的亲人的思念，用一种反衬的方法啊，用这个墙里的荡秋千的家人的无忧无虑，他的欢笑来反衬自己的烦恼啊，这个作品本意如此。据说苏轼在惠州的时候啊，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啊，就叫他的那个他家里的那个朝云呢，给他唱这一首词啊。每当唱到这首词的时候，这个朝云呢就泪流满面，请大家看看。惠鸿的冷斋夜话的记载啊，东坡蝶恋花辞云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首词，东坡渡海日，为朝云王室随行。因为苏东坡被贬往惠州的时候啊，他们家里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要求离开啊，包括家里的服务员、厨师、秘书、司机等等，树倒猢狲散。因为苏轼被贬嘛，是个罪人嘛，家里很多人都不愿意了，就是我们不伺候你了，我们不陪你玩了。只有一个朝云随行啊。那么到了惠州的时候，日送枝上柳绵日剧，为之流泪，病急犹不食口。你说他为什么唱到这两句的时候他也流泪了，就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他为什么流泪呢？因为他是个伤春的词句嘛啊。这条词话有一个细节不符合事实，就是说东坡渡海啊去儋州的时候，朝云已经去世，他到惠州是无需渡海的啊。朝云不是死在惠州吗？现在我们到了惠州的西湖还可以看到朝云的墓，这个朝云的墓的墓碑啊，那上的文字就是苏轼写的，你看这个墓到现在应该保存了1000年了，1000年还保存完好，这1000年来经历了多少战难，包括文革，但是这个墓没有毁，可见惠州人民对苏轼啊是非常的崇拜，包括他的这个小妾的墓都保护了非常好。这个朝云这个人呢，看来是个素质很高的人。他和苏轼的缘分都可以写一部电视连续剧了，
啊，你看啊，苏轼一生经历了三个西湖，一个是杭州西湖，一个是兖州西湖，一个是惠州西湖，啊，他正是在杭州西湖认识了朝云，那个时候朝云还是一个歌女，啊，一个歌舞团的一个演员，他认识了他，那是惠杭州西湖，然后呢，到兖州西湖，苏轼后来在兖州做官的时候，政治上很不得已，那朝云陪同他度过了兖州西湖的那一段时间，最后一个西湖就是惠州西湖，在惠州西湖的时候，其他的家里的其他的一些人都纷纷离苏轼而去，只有这个女人陪伴他南下，最后陪伴他就死在这个惠州，是吧？你看一个女人和她一生当中的三个西湖，是吧？你写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三个西湖的景色都把它拍进来，虽然兖州西湖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，它已经变成良田，但杭州西湖和惠州西湖还是很美丽的嘛，是吧？所以说人家讲一句话，说在马克思的家里连海伦都是伟大的，海伦不就是马克思家里的一个仆人吗？那海伦为什么伟大呢？受马克思的影响嘛，啊，受马克思的熏陶，在马克思的家里不仅马克思伟大，叶尼也伟大，连海伦也伟大，在苏轼的家里连歌妓都是伟大的，是吧？那素质很好。后来人们当然啊，你看还有一个记载说《琅环记》啊，记载啊，他是引用了宁夏词坛，说子瞻在惠州，这就对了，不是在儋州啊。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，时青女出自，青女是什么？就是霜嘛，天上下的霜。时青女出自，落木萧萧，凄然有悲秋之意啊，命朝云把大白，就是酒杯嘛，啊，唱花褪长红。朝云歌喉将转，泪满衣襟。子瞻及其故，答曰：“奴所不能歌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也。”就是我读到这两句，我就很伤感，因为这是伤春的作品嘛。子瞻幡然大笑曰：“是吾正悲秋，而汝又伤春矣。”说我在悲秋了，你又伤春了。谁罢，朝云不久暴疾而亡，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。这个记载就应该更切合事实一点啊，不是在渡海之日，而是在这个惠州啊。所以这朝云呢，是苏轼的侍妾。我看到一本书啊，说苏轼和他的女人们啊，说苏轼一生有四个女人，其实跟苏轼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个女人，就是他的妻王佛，在他的妾王昭云啊。你看他很爱他的妻子，尊重他的妻子，所以他的妻子死了之后他就一直没有续弦，他照说也可以把王昭君也可以扶正呢，尤其在惠州的那一段时间啊，他没有扶正，大概他觉得他的妻子只能是一个人，这个人虽然不在了，那么以后也不续弦，那么妻就是妻，妾就是妾啊，大概是这样想的吧。后来人们的解读就是说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成为一句安慰那些失败者的话。有些人谈恋爱失败了，想追求的人追不到，于是他就是劝他说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啊，天涯不只有这一棵草，还有很多草，你不要老留恋这一棵草而忽视了别的草，是这个意思吧。文学作品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当中，读者他是有自己的这个权利的，他可以对作品进行自己的解读啊。于是久而久之，大家都认可了这一种解读，反而把他本来的意思忽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讲这一点啊。这个下面我们看看苏轼在词坛的影响和地位。
就是关于苏轼词的评价。啊，我们说过，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艺术家，他的诗、文、词、书法方面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就。啊，苏轼对柳永啊是很尊重的，对柳永的词是很熟悉的。但是长期以来，有的人为了贬低柳永，啊，就拿苏轼来说话，说苏轼是贬低柳永的，啊，他们引用的例子就是苏轼与鲜于子俊里面的这几句话，我上次已经讲过了，啊，苏轼跟他的朋友说：“近缺颇作小词，虽无柳其郎风味，一字是一家。”啊，有人就拿这一点说苏轼是看不起柳永的，不屑于柳七郎风味，要自成一家。其实苏轼心目当中一直都有一个柳永，因为柳永才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词人，最本色当行的词人啊。当时许多歌女就是因为演唱柳永的词而出名的，许多歌女只要经过柳永的品题，就立马身价十倍。我们在柳永的作品当中还看到很多他评点那些歌女的作品啊，说安安歌唱得好，青青舞跳得好，他这一评点，这个安安和青青呢马上就升职，可见他的地位有多高啊。在文艺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一言九鼎的人物。苏轼不是不知道这一点，他心目中一直都有个柳永，他只是觉得如果他也按照柳永的那个漏子来写词的话，他怎么写得过柳永呢？所以他就要自是一家嘛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做第二个柳永，要做第一个苏轼，这才是成功人士的正确的道路嘛。人家成功，你跟在人家后面走，那也只是柳永第二嘛。高明的人不应该做柳永第二，而应该做苏轼第一啊。所以他的自是一家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诗为词，这是苏轼词的最大的特点。什么是以诗为词呢？具体来讲就是把词当诗来写，包括以诗的题材入词，以诗的语言入词，以诗的意境和风格入词，以诗的表现手法入词。像我们讲过的江城子密州出猎，念奴娇赤壁怀古，还有水调歌头啊，还有定风波，这几首词大家应该感觉到它浓厚的诗的意味，诗的意境，诗的题材，诗的语言，是吧？这几首词都不是写儿女情长的啊，都是用诗的题材、诗的语言、诗的意境、诗的风格、诗的表现手法来作词啊。他的诗本来是有几分豪放的，所以他就以诗为词，就自然就把豪放的诗风带到了词里，他的豪放词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所以讲苏轼的豪放词，原因就在于他的以诗为词，这是要说明的一点啊。以诗为词的影响是双重的，我们从好的一方面看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，以诗为词是突破了诗尊词卑的传统观念，把词当作诗来写啊，那就提高了词的地位，打破了词为宴客小道的传统格局，使诗和词一样，使词和诗一样，有了比较自由的表现历史与现实、社会与人生的功能啊，而且摆脱了音乐的束缚，不再考虑应歌的需要，那么词就不再是音乐的附庸，而成了一种可以独立的啊，抒情言志的诗体。
这是通常人们都这样讲，通常人们都讲以思维持的好处，但是以思维持的消极面是什么呢？就是忽略了词的音乐性和通俗性啊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词的个性和特点。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个性，如果我们讲以诗为词有它好的一面，就是我们是可以用某些啊诗的元素把它引入到词，但是不能消解词本身的基本的特点。如果词本身的基本特点消解了，那它还是词吗？它就不是词了，它就成了诗了啊。所以说苏轼以诗为词啊，在当时来讲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啊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苏门四学士都不学他作词，像秦少游是苏门啊最有才华的词人，最得苏轼赏识的人，但是他就不学苏轼。我们在秦少游的作品里面就看不到任何豪放的影子，他不学啊。他还有一个门人，这就是苏门后世学识之一的陈师道，他讲啊，他说退之以文为诗，只瞻以诗为词，如教坊雷大使之武，虽集天下之功，要非本色。这几句话很重要。退之啊，就是韩愈嘛，我们知道韩愈写诗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以文为诗嘛，用写散文的方式来写诗。那么只瞻苏轼是以诗为词啊，他们这像教坊的雷大使之舞，教坊是国家的音乐机构啊，雷大使跳的舞特点就是不地道不本色，虽集天下之功，要非本色。那个时候人们追求的词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本色。什么叫本色呢？就是说词就是词，它本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。说苏子瞻的词虽然写得很工，你看我们讲的《念奴娇》《赤壁怀古》和《江城子》《密州出猎》这样的作品，确实很工啊，作为文学来讲确实写得很好啊，但是它不是本色的词。本色的词是一种通俗的音乐文学，而苏轼这样的作品呢，它不能唱的，唱起来也不好听的，所以说要非本色啊。要非本色就是说，总而言之不是本色的词啊。这样子苏轼的以诗为词啊，就背离了温庭筠以来的文人词的传统，把词写的不大像词了。但是苏轼还是有节制的，苏轼有节制。后来有些人把苏轼的以诗为词啊加以夸大，你比方说宋代有一个批评家叫胡寅，胡寅他就讲，他说眉山苏轼以喜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愁寥婉转之度，使人登高望远，举手高歌，而意怀好气，超然乎尘垢之外，于是花间为照地，而柳色为鱼台矣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苏东坡啊，苏东坡的词啊，一喜绮罗香泽之态，绮罗香泽之态就是传统的文人词的特点，就是女性美。绮罗香泽之态和愁寥婉转之度都是指她的女性美啊，指她的委婉，指她的啊阴柔美。他说苏轼的作品使人登高望远，举手高歌，而意怀好气，超然乎尘垢之外，就是豪放嘛。于是花间为照地，柳丝为鱼台。花间是指花间词，柳丝是指柳永的作品，照地和鱼台啊，就是那种社会地位很低很低的人，就是那些抬轿子的引车卖酱子流啊。这话显然是有夸大的成分啊。首先苏轼并没有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也没有完全摆脱愁寥婉转之度，在他的词里传统的婉约词仍然占了多数。我们统计苏轼的所谓豪放词满打满算
加起来还不到15首啊，在他的全部作品当中还不到15首啊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苏轼的那些使人登高望远，举手高歌，怡怀好奇，超然乎尘垢之外的豪放词，在他的风格类型当中也不占主流，数量既不多，风格上也不占主流。第三，苏轼的豪放词问世之后，花间既没有为赵地，柳氏也没有为余台，在两宋人当中，谁要是讲说某某某的词像花间的话，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。后来有些人有误解，说到某某人的词像花间词的时候，就以为是贬低，其实是大错而特错。当说你的词像花间词的时候，那个评价是很高的，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的词是本色的。啊，两宋的词人对待花间词的态度，就像唐代的诗人对待文选的态度。啊，那是很崇敬的，有几个人能够达到花间的境界？达不到的。再说柳永也没有成为余台啊，柳永的影响一直贯穿到南宋的末年，凡是宋代写慢词的词人无一不受到柳永的影响，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啊，他没有成为余台。所以关于苏轼词的评价，我们主要强调这几点啊。下面讲第9讲。